各位观众朋友，你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宗教与迷信。宗教信仰呢，原本可以帮助人们净化心灵，但是最近以来，台湾却发生了好几件以强调灵异神机的迷信手法骗财诈欺的事件。可是有些信徒在事件被揭穿之后呢，仍然深信不疑，纷纷声称他们的信仰没有问题，使得社会大众对宗教信仰也产生了怀疑。我们要请教圣严法师，究竟该如何判断一种宗教是不是正信的呢？如果选择了不是正信的宗教，又要怎么样才能够跳脱出来呢？其实在宗教的现象、宗教的行为和宗教的信仰啊，自古以来很难加以啊厘清啊，是哪一个是正确的，哪一个是啊不正确的呀？只有呢，这样子说啊，可能比较啊，可靠一些。就是凡是历史悠久的，啊，经得起考验的，它才是比较啊可信的，可以信赖的。但是也不能说新的宗教啊，就一定是坏的。可是呢，多半呢，新的宗教啊，只是呢一时间的一个潮流，不能够维持太久。那新的宗教的产生呢，都非常能够吸引人，就是啊，能够投合当时社会环境中的人心所需求的，他们就提供了。因此呢，新的宗教反而比一种传统的宗教啊容易啊得到信徒。但是呢，这就像是一种时髦的风潮一样，往往新宗教啊只能够维持一段时间，就马上就不见了。但新宗教的产生呢，也不能说那个就是邪教。问题是在于啊，宗教的本质，它是啊，就靠信仰来维系的。信仰不是科学，不能用人的一种啊判断呢，来确定它的是啊正和邪的。但是呢，宗教必须有一个原则。我们站在佛教的立场来讲，所谓正信呢，是第一个，不能有个人崇拜。凡是有个人崇拜的宗教啊，是有问题的。连释迦牟尼佛在当时啊，弘法的时候，他也告诉弟子们呢，请你们不要把我当成个人崇拜呀、啊，我只是呢提供法给大家。至于我个人呢，我自己也是在一个团体之中的一份子。所以佛说我不领众，我也在僧中的意思是说，他不是一个领袖，领袖不是他，只要依法为师，依戒为师，这就是说依他的思想，依他的修行的方法，以及他给弟子们呢所立的生活规范，照这样子做呢，那就够了。所以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啊，并没有偶像，乃至于过了将近500年呢、啊，人间才有啊需要偶像、塑像啊、雕像啊、画像啊来崇拜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并不重视啊，也不主张啊以个人崇拜。所以第一个，宗教信仰不在于个人崇拜，而是
要人家信仰法，信仰啊的原则规则。那么第二呢，宗教的信仰虽然呢是要超于自然的，但是宗教信仰一定不能够违背善良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标准和制度，当地的环境呢里边认为是一个善良的风俗习惯以及法律和道德的标准呢，这个宗教必须是遵守的。宗教到哪个地方啊，它一定要遵守到当地的当时的环境里边呢所有的共同的规范，如果违背了这些共同的规范，那这个宗教啊就不能存在的，也可以说它是啊不正常的。第三，凡是一个宗教啊不会啊出尔反尔，宗教一定有它自己的稳定性。如果一个宗教呢它神性和魔性啊难分难辨，它所谓神性是非常的强调啊它的神圣性、它的伟大、它的崇高、它的神秘、它的神奇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它可善可恶，凡是信仰他的人呢他是爱护，不信仰他的人呢他排斥，对于反对他的人呢他痛恨，对于拥护他的人呢他赞叹，这个对于人类对众生的所谓爱和慈悲是不平等的。所以一个宗教是正确的正好的宗教啊，对于所有的人是一视同仁的，甚至于对任何一个宗教它有包容性的。如果排斥其他的宗教而只容许它一个宗教，这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是呢魔性和神性往往难解难分呢，那这个宗教是有问题的。所以如果根据以上的几个原则来判断一个宗教的话，我相信就可以认清了什么是正确的宗教了。阿弥陀佛。